你可以告诉我，刚才是怎么一回事吗？冤魂索命。冤魂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李坤龙从来就没害过人，怎么会有冤魂要来索我的命啊？你李坤龙是怎么样的人，大家都知道。在你手底下的人命，就算不是你亲自动手，也跟你脱离不了关系。在你这里，我看到的还有另外三条冤魂，全都在你身后。没想到李小姐年纪这么轻，竟然是个世外高人啊！我可以帮你驱走他们，让你暂时不受干扰。就只驱走，干脆灭了。灭了？那我还有什么利用价值？好，够坦白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。我李坤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你很清楚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收你做义女，以后跟着我啦。义女？怎么样？我李坤龙要收你做义女，你不答应啊？爸。没想到最后的下场竟然是被别人暗算。丽华，你别难过，人终归会一死，我并不怕死。盒子里面的东西是我很多年前无意间得到的宝贝，我现在交给你，可以帮个事业，以后就看你的啦。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离开我？为什么连你也离开我？你们不可以这样的。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对我。我偏要逆天而行。从今天起，我李丽华改名换姓为黑燕。